如果人没有梦想，没有兴趣爱好，那不是跟咸鱼一样的？我也不愿意做那条咸鱼。我学习的东西就是为了让生活过得更精彩一点。每个人把一个事件换个角度，全是好事。得中有得，得中有失。我也是个有理想的人。生活关上一扇小门，是个给我打开大门，让阳光和星光都进来。2020年底，江苏省苏州市一位外卖小哥在商场弹钢琴的视频在网络上引起了轰动，很多人为他点赞，甚至有人特地跑到他弹琴的商场等着听他弹琴。我好像看见过，不知道是不是这里。我是被他那一首《梦中的婚礼》给吸引过来，我是从三楼然后冲下来的。弹得很好啊，他有点专业级水平了吧。这位弹琴的外卖小哥名叫王磊，今年33岁，江苏省宿迁市人。几年前，王磊开始在苏州市做起了外卖员。他经常在这个商场区域跑外卖，在一次等单的间隙，商场里一家琴行摆放的钢琴吸引了他。这边这个琴摆过来也时间也不长，就是想摸一摸，就弹两首呗。他就是之前他这边有那个工作人员，然后他说你没事你可以过来弹弹都可以的，也给他们琴行增加一点人气嘛。每一次王磊在弹琴时都会吸引来许多人围观，随着弹琴的视频被人发到社交媒体，来现场看他弹琴的人越来越多。其实人多我也紧张，也不是说我想要哗众取宠嘛，就是有时候也是出于一种对钢琴的喜爱吧，因为毕竟以我自己能力还买不起这种三角钢琴嘛，有时候过来弹弹也是满足一下心愿。每次王磊弹琴时，接单的手机都会搁在钢琴上，虽然优美的音符从指尖流淌而出，但他总会时不时地看一眼手机，生怕错过了送餐的订单。临近中午用餐高峰，刚弹了不到10分钟，单子就来了。不行，我得去取餐了。我跑起来你跟不上我的。14号是吧？啊，对。上楼下楼上车下车，20分钟的时间，王磊已经接了4个单子，走起路来也已经呼哧带喘，大冷天里已经出了一头汗。11点钟，11点钟到12点半，一个半小时，正常像我们一个午高峰应该在20几单嘛。20几单。嗯，一个平均要一个小时10单左右，一个中午的嘛。40公里路左右，一直要说的，不说漂亮的单子就离我而去了。用餐的高峰期在王雷的奔跑中结束了。下午2点半，王雷回到租住的家中。几年前王雷离婚后，他带着儿子和母亲一起生活，虽然住的房间很拥挤，但王雷还是给自己最心爱的电子钢琴腾了一块地方。这是他前段时间花大价钱添置的。知道我也不高兴呢。4300多块钱。我父母来说就是你应该好好赚钱啊，这些老思想就觉得其实玩这个东西没什么必要，就是感觉你多买一个琴然后花那么大钱，你就应该好好工作，不要整天搞这些花里胡哨的。王雷的家境并不富裕，父母也不懂音乐，那他是如何与钢琴结下缘分的呢？王雷说，他第一次接触钢琴是在2009年读大学的时候，虽然他学的是理科，但当时的初恋女友是一名幼教老师，
而他就是自己钢琴入门的老师。然后就跟着他一块在学校去蹭课啊，去学习啊，就慢慢就喜欢上了。因为也是比较喜欢，然后一直没放下。虽然这段感情后来结束了，但每天弹钢琴的习惯却被王磊保持了下来，成了他过去12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王磊说，每当工作和生活有不如意的时候，他总能在音乐中寻找到坚持下去的力量。我的人生又不能说全是工作，因为我也想自己的人生稍微活得有点色彩一点，也不能说一直挣钱的。然后人的理想梦想总是还要有的，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7、9、10、11，其实王磊每天能够练琴的时间很短，他白天要送外卖，还要在傍晚给放学回家的儿子辅导功课，晚上8点后再出去送外卖，直到凌晨2点多才回来。但不管多晚，工作有多累，王磊每天练琴的习惯从未改变。为了不打扰家人休息，每天凌晨他都是给电子钢琴插上耳机，独自沉浸在音符中，那是他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候。其实就跟每天吃饭是一样的，一天三顿饭，总归每天下班回来，我再没时间，总归还是要挤出一个小时要练练，不练则退吧。我有一次弹着弹睡着了。右手放哪里？因为喜欢钢琴，王磊也会教刚上小学的儿子练琴。不过小家伙对弹琴的兴趣似乎不是很强烈，王磊也不强求，他只是希望孩子能有个兴趣爱好。王磊没有参加过钢琴考级，也没有想去把它作为一项职业技能。他弹琴的视频在网络上火了之后，不少人邀请他去做钢琴教育工作，都被他拒绝了。我从来没有说把它当成一种职业去规划它，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把它当成一种挣钱的工具的话，可能就失去了味道了。在王磊床头的写字台上，除了钢琴乐谱，最多的还有日语书。除了钢琴，学习日语是他的第二个爱好。如果人没有梦想，没有兴趣爱好，那不是跟咸鱼一样吗？就是我也不愿意做那条咸鱼，我学习的东西就是为了让生活过得更精彩一点。一边送外卖，一边弹钢琴，王磊在工作和梦想中找到了平衡。他说，不管未来的路有多难，只要有音乐相伴，他就一定会勇敢地走下去。和王磊一样，在东北大学，一位叫李英明的保安大叔也用诗歌抒发着他对生活的满腔热忱。请不要把我看作一个守卫校园的保安，在东北大学校园，请允许我念到您的名字站岗。风中吹来一阵一阵书香，我望着来来往往老师学生，没有人知道一个保安的心愿。念着您的名字站岗，写这首诗的正是画面中的这个人，东北大学的校园保安李英明。虽然身处平凡的岗位，但在李英明的心里有着属于他的诗和远方。在东北大学鼎源文学社2021年举行的第一次社团活动上，李英明成为了文学社的新社员，而这也是58岁的校园保安李英明第一次走进教室，将自己的原创诗歌与学生朋友分享。我觉得在平凡的生活之中，就是能写出这么好的诗歌，然后呢，能有这么一颗还质朴着、还炽热的赤子之心，就是一份特别难得的事情。58年了，实现我的梦想了，走进这个东北大学校园，走进教室，和同学们一个课堂，共同探讨文学，这是我最大的梦想。因为家庭困难，
李英明初中毕业后就回家务农了，没能读大学成了他这一生最大的遗憾。但不管农活有多忙有多累，李英明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学的喜爱，只要一有空他就读书写作。后来李英明进城务工，辗转换了多份工作，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李英明写诗的想法越来越强烈。请人们不要歧视我的工作，也不要嘲讽我的出身，在沾满泥土的衣裤上有着一颗被渴望尊重的心。我从乡村走来，带着我的梦想，带着妻子儿女的希望。朋友啊，我也是个有理想的人，在都市高耸的脚手架上，我建造别人的房子，却一直暖着我自己的心。这首诗名字叫做《农民工》，也是李英明创作的第一首诗。因为自己的出身和经历，李英明的很多创作都在描写农民工群体。我这个祖籍在农村，我家在农村，我的根儿都是在农村，我对他们了解的特别深。我知道，我能走进他们的内心，知道感受他们需要什么，得到什么。他们最需要的不是金钱，是一种尊重。我经历过这些苦难和被人歧视的感觉，只有呼唤大家伙儿共同尊重每个人每个生命。李英明说，这些年他常常会把创作的诗歌读给农民工朋友听，不少人看过他的诗都很有感触。他们说谢谢，谢谢你，说我是他们的知音，是他们永远的朋友，能代表一部分，最起码我替他们说了。务农、外出打工、开拖拉机、做司机、做保安，从年少到白发，匆匆几十年岁月，生活的磨砺和变化让李英明更懂得平凡生活的可贵。同时这些经历也成为他笔下诗歌的素材来源。我老觉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是坎坷呀，还是幸运呢，还是机会呀，都是一种历练吧，也是文化的体验，也是想通过诗歌方式给它发掘出来，展示出来。怀着对大学校园的憧憬，2020年，李英明来到东北大学做了保安。虽然每一天都很忙碌，但李英明只要一有空，就去学校的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读着他喜欢的文学书籍。在李英明看来，翻看书籍、阅读诗歌，就是在与作者对话。书中每句诗词的表达也在影响着他的生活态度，给他力量。我老觉着吧，那个写书的人都了不起的人，我愿意跟他们沟通，随时可以打开就跟他们沟通，有什么困难他能请教他们，他就可以告诉你。每天在东北大学的校园里都能看到李英明身穿制服，戴着口罩，手持测温枪，忙着对入校人员进行测温登记。而在和师生的接触中，他也结识了不少学生朋友。我还记得他当时问的字是“犄角旮旯”的那个“旮旯”，这两个字。然后当时对他印象特别深刻，感觉大爷特别好学。大爷会在朋友圈和他空间里都会发他的创作的诗歌，然后我也会转发给同学们。通过学生发在朋友圈的诗歌，不少同学都认识了校园保安李英明，纷纷转发他的诗歌。李英明的故事也在东北大学校园传开了。这个年纪还在写诗，还在学习，觉得这个就是特别积极向上，特别鼓励人，学无止境，这种精神非常激励我。他的每一个文字都是充满力量的，充满正能量的。我觉得他这种敏锐的洞察力和对生活的热爱是值得我们学校每一个师生所借鉴的。工作间隙，李英明随时都会拿出自己的笔记本，记录当下的感受。在校园的每个角落，也都留下了李英明思考创作的身影。而他的坚持也在影响着身边的同事。在我们休息的时候啊，他给我拿着他的那个日记，或者他写的以前的诗，包括现在的写的诗，他跟我念给我读，就跟您分享啊，挺爱好听的听。所以说他写完诗以后，我有的甚至我都分享给我的家人或者我的朋友。生活中的李英明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经历人生起伏，看遍世间百态。
通过诗歌，他在平凡的生活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乐趣和方向。他老说你怎么一天老那么乐呵，哪有那么好事啊？但是净好事，换个角度，每个人把一个事件换个角度，全是好事，失中有得，得中有失。李英明常常和自己的女儿们分享创作的乐趣，他的乐观和坚持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家人。不管是多大的事儿，在他看来，就是只要能解决的事儿都是很小的事儿，他都会以就是特别乐观开朗的一面去面对任何事情。父亲这个乐观开朗这一面也会影响我跟我姐姐，然后在我们如果要遇到什么事情的话，一般都会想到父亲，然后都会特别乐观地面对这个事情。十多年来，李英明创作的诗歌共计2000多首，累计超过10万字，但他始终都不满意，觉得下一首可能会更好。是下一首，我老总结最满意一首是在下一首。我从不轻视自己，我以世界的唯一行走在如歌的岁月里，用梦想做羽翼，用自强不息迎击命运的风风雨雨，如一株坚韧的小草，微笑摇曳在广阔的天地，用勃勃生机为世界增添一抹绿。人生不容易，但我永不放弃，为了自己，为了家人，还要继续创造人生的奇迹。在平淡的生活中，李英明用细腻的情感记录生活百态，也在努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诗意人生。生活关上一扇小门，诗歌给我打开一个大门，带个天窗，让阳光和星光都进来了。星辰大海嘛，星辰大海。